哈。这首歌呢是郭老师家己作词作曲哈，有一点啊轻松嘛，真好听，叫做《约会下班后》。我们一起来欣赏郭老师我们带来的《约会下班后》，谢谢，谢谢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别人家无趁钱，袂使啊！等下出面结两张来拍鼓啊！哦，我做这歌声的啦吼，我咧教唱歌吼，阿伯讲啊，我不要假声安尼啦吼，讲假声大家拢会啦吼，你啊学会教安尼，大家拢会，啊那我就安尼吼，假声就随学等于安尼。老师，黄玉山学到即马拢袂晓咧，无你继续看嘛。我想要出这个地方我想要出这个地方老师讲，等你赚较侪时阵，你才要出唱片啊。
太肯这样了。对呀、啊。